斩妖猴，扰乱蟠桃盛会，盗吃仙丹，罪在不赦。李靖，在，速发10万天兵，布下天网，剿灭妖猴。遵旨。妖猴神通广大，天王他招架不住了。啊！10万天兵，
都难以制服妖豪。众卿，还有哪路神兵可以去助战呢？陛下，南海观世音菩萨来了。好，迎进。大师，请。贫僧宝举一员。是哪一位？灌江口二郎真君。你是何方小将？可是来归降我齐天大圣的吧？我是玉帝外甥二郎显圣真君，奉旨前来擒你。哦。想当初玉帝妹子私凡下界与杨君匹配婚姻，生下儿男，长大之后伏笔桃山救出生母啊，可不就是你吗？啊，休得啰嗦。这庙宇定是那妖猴所变，待我捣毁他。妖猴，哎，这妖猴怎么不见了？啊，陛下，这妖猴飞走了。Thank you.
我这里还有呢，去。快快念来！是是是是，爷爷，这是赵家求子的文书，这是前禀告病的良药，这还有孙家求，这还有李家给他求亲的外甥，要给您。二郎神，你的庙宇已经姓孙了。妖猴，哪里走？你有何兵器？这是何物？金刚圈乃我防身之法宝，水火不惧，能击万物。哦，那快快。好。稍时将妖猴斩首，请菩萨一同观看。贫僧告辞了。你们有什么招法都使出来吧！啊！雷劈妖猴！陛下，那
妖猴吃了蟠桃仙丹，已成为金刚之躯。莫若将它放入八卦炉中，用文武之火煅烧它七七49日，必将化为灰烬。好。师父，都已经练了40多天了，那妖猴恐怕早已练成灰烬了。这个妖猴偷吃蟠桃，盗我仙丹，自作孽，不可活呀！老头，你先别高兴，俺老孙还活着呢。啊，师父，他还没有死呢。闪，闪！老头，你先别高兴，俺老孙还活着呢。啊，师父，他还没有死呢。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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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闪！快放我出去，不然我就捣毁你的丹炉。哎呀，师父，不得了了，怎么办呀？这大胆妖猴，看我用三枚真火来炼他。啊，童儿，随我来。时辰已到，开炉。